正大通识课要张忠谋、郭台铭、王雪红开讲。台积电张忠谋、鸿海郭台铭、统一林苍生、威盛王雪红，这什么名单啊？政治大学下周开设的通识课程，如何成为改变世界的领导人，竟然一口气请到九名重量级的企业界人士，总身家超过2400亿元，史无前例的钻石级阵容，为眼先轰动。不但150个名额已经爆满，还有近400人候补。这次破天荒的马汉前夕，还包括台湾经济研究院董事长张炳坤、摩托罗拉系统董事总经理陈永昌、春鸿科技总经理孙大明、友嘉国际控股主席朱志阳以及金人保集团董事长许胜雄。课程表示前被PO上网后，网友疯狂讨论，不少人想旁听，但也有人很酸。校外人士能去旁听吗？哼，就普通的通识课啊。开课的财务管理系教授周行一表示，目前还没决定是否开放旁听，而上课的价码并且难以衡量，所以只会送纪念品表达心意。董新闻张忠谋、郭台铭、王雪红、许胜雄还在桥报道。